中华南亚宫主办的第十一届马祖杯全国象棋锦标赛将在十一月二十九登场。今年比赛哦，无受到疫情的影响哦，同款吸引超过四百位的好手要来报名参加，相关的奖金有两万块。进入第十一届的马祖杯全国象棋锦标赛又过来了。今年同款吸引超过四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象棋选手报名参赛，是全国最有规模的象棋比赛。南苗疆马祖杯象棋比赛是全国唯一用这个马祖杯象棋比赛。啊，咱八卦山象棋协会啊，吼，创立到今嘛，这已经办十一届啊。啊，这已经台湾这个象棋赛内面啊，已经第二坎的，甚至第一坎的上重要的一个象棋比赛啦吼。啊嘛，培养足侪国家的选手。主办单位八卦山象棋协会表示，今年马祖杯将会伫南苗疆庙埕甲马祖文化馆东部顶开竞赛，唔呐会当弘扬马祖救世精神，更加要让这项传统技艺流传落去。今年第一遍要伫咱的南苗疆。的廟埕來舉辦，啊，啥物是咱南苗疆的廟埕來舉辦？因為呢，咱希望發揚媽祖慈悲的精神，啊，將咱的所有棋手，從今年因為新冠肺炎吼，咱無多出去外口公園啊、樹啊卡來比賽，啊，來借由媽祖慈悲的精神呢，啊，將咱的疫情趕緊可以散去。主办单位强调，马祖杯全国象棋锦标赛水准相当高，高段组的第一名有两万块的奖金，总奖金超过十万块银。欢迎对象棋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现场观赛。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